次。他都做这种事了，你还为他考虑？我看你就是他了，你越软弱，人家越欺负你。这不是软弱，我们就是不能太冲动了呢。我冲动怎么了？我看你就是什么了。所以这事你别管了，你先回去吧，我把这些草除完了，我就。那水给你。干嘛去啊？哦，小月，我现在有点急事，晚点再跟你说好。哼，站在我的辣椒还那么理直气壮。花船箫鼓声声唱，戏曲断人肠。谁家墙头有梅，此番芳。人间一场烟火，一曾盛放烈火。可惜小月，我回来了。我刚刚又看见叶子了。那你看到他，你跟他说了吗？还说什么呢？我跟他打招呼，他都不搭理我，搞得好像我欠他的一样。那我们都是一个村的，以后抬头不见低头见，这样子说不好啊。这不好那不好，你吃了亏就好。你就是怂。小月，吃饭了。怎么还在想着那事呢？想有什么用？你又不敢管，下次再有这种事，我非说不可。你怕事，我可不怕。小玉，明哥，吃饭了。啊，燕子，来了。吃饭没有？一起吃点不？我吃过了。是这样子的，我有亲戚从外地回来呀，特别喜欢吃本地的辣椒。可是我家又没种多少，就想从你们这里买一点，结果你们都没在家，我就私自跑到你们家菜园摘了一些。没事，燕子，都是自己家里种的，你打个招呼就可以了。那可不行啊，我一共摘了十斤，按照市场上面2元的价钱来说，我应该要给你20元钱的。燕子，你这就太见外了，我自己拿到镇上去卖也卖不了这么多钱。对嘛，过亿嘛，那你慢慢吃，我先回去了。好，那你慢走啊。来，小玉，给你。我好像误会燕子了。小玉，那你是不是也要给我道个歉？我误会燕子，干嘛给你道歉？你说我怂，说我怕事啦。那对不起啦，阿明同学。看你笑得这么灿烂，那我就原谅你了。来，吃饭。来，去叶子。